那你喜欢吃什么？喜欢吃你，你的豆腐。哇，韩国女孩子真的嘞，昨天到那个地方，那女孩子全部好漂亮。对啊，我看真的，我身材好漂亮的女孩很多。我走进厕所，我现在是帮忙洗厕所的。昨天我去厕所有一个像很会穿衣服，然后很会玩的女生比较多，所以我不去嘛。所以你没有女朋友吗？怎么还说出来这个呢？怎么了还说出来这个呢？叫你去你又找回。因为我不喝酒嘛，我不喝酒嘛，然后我早上要去医院。你干嘛呀？你干嘛呀？然后我真的开始讨厌他了。原来是你就开始讨厌他了。可怜，本来是你。有时候罗贝尔很讨厌，有时候他很讨厌，现在最讨厌的来了，怎么办？谢谢哦，第一名厉害啊，厉害！其实他第一天已经有一点那种感觉了，要过几天已经他是第一名，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出去？我们的我不用，我可以不用化了。不化妆也美吗？哎呀！能借给我钱吗？No。昨天怎么了？他怎么醉吗？你觉得他会不醉吗？醉啊！他每一次醉啊！他一定醉了。他醉了，真的好像真的。真的很想打他，真的哦，我还是有点可爱，我是有点可爱。对啊，我们在跳嘿嘿，好像看过吗？笨笨的，不是说看过吗？你看过那么多次。在新加坡吃烤肉也都给这样的吗？没有给吗？因为韩国的话一般都会给。제가드시라고하면대로만드시면돼요。啊，他让我们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给 cheese， okay， no， 那个烟都会掉。哎，我们看不到。他就开始讲你那一口不要做这里。嗯，他说一口吃。可以，我最喜欢一口了。水出来，水出来，就是肉水，肉汁啊，对，味道真的不错，默契，但是你这个所有的人都听得懂的，你怎么办？你懂吗？这不是日语吗？但是都听得懂啊。맛있네요。맛있네요。好吃，好吃。小心！아뜨겁습니다조심하세요메리야조심조심여보고저쪽这是拌面。为什么他可以把猪肉做到很像牛肉酱啊？很有特色呀，我也真的没有这样吃过。你第一次看过很多东西。对，没看过你像你这样的人，第一次看到你这样的人。건배다시요건배건배한잔같이하실래요끝나고바로이거드시면돼요다시요现在马上吃버스무싸우마어허我都变腌猪肉那我们不用再加肉了。你要加肉，你不用怕它真 close 啊，不用紧的，还是有肉可以吃。嗯，怎么办？不知道哎。烧掉吧。烧掉。我是排骨。烧掉你。为什么韩国人这么喜欢吃烤肉呢？好吃吗？有什么原因？他们的烤肉喽。那你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你。你的豆腐。我的豆腐。你的肉。我的豆腐是哪个部分？是你的肉啊？你想要哪一个？不是，我的豆腐的话应该不是吧？你懂什么是吃豆腐吗？像我这样送你这样就是吃豆腐，是一个它不是真的吃，可是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哦，你就问豆腐是哪一个部位，它就是这一个，你要哪一个部位就哪一个部位喽。你哪一个部位最软就是豆腐啊？最软。应该不是软的，豆腐有软的有硬的，豆腐没有那么硬吧？真豆腐，大家对吃的啊，你说这个豆腐，但是怎么这个方向，刚好这个方向啊？在新加坡 Baskin Labs 多吗？有啊，有。
你觉得这里的价格新加坡的价格不一样吗？哦，这里比较贵一点。这边比较贵啊，真的。新加坡也是重量就很清楚吗？准吗？还是多给一点？新加坡有很像有量重量的。没有量重量啊？他只是挖进那个杯的给你。哦，真的，韩国是都看重量的。你看，在新加坡也是跟韩国一样，这么生意这么好吗？ 没有人买的，没有人买，没有什么人买，促销的时候他们才买。真的，韩国是真的吃完饭就过来这边吃冰淇淋，吃这么多甜的东西还是这样瘦啊？运动吗？微微，你坐下吧，坐下，我看一下这边角度好不好？哦，这里好看啊，这样拍下来，哦，一定要这个 pose 吗？ 我知道，我肯定放。我以为是一个男生，这样拍下来。哎呀，你滚下去，这样真的好了，好东西拍到了。你能不能等一下转滚下去？哎，有什么手指要出来啊？这个。OK， 可以，这个出来吧，我要放进去。哎，还有嘞。 你这个这么短，什么短？啊，是很短。太短了吧？幸好不是男人。你的这样吗？我是这样吗？什么意思你？我都这样吗？喜欢可爱的可以找我。还有一边，我来。